现在我们在那个水坝的另外一头呢，尽头呢，现在是往回拍，能往里走的。对，然后这边还能还能往里面走，往那个大山里面走，但是里面是没有单车路的，只能走人，是那个有那个行山进，就这里进去，这个门里面能进，就这里进，就这里进，然后进去大山里面，绕了这个水坝一圈，就这样子，就绕的是水坝一圈。我们上次走过了啊，上次走过了，走了可以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兜一圈，可以走去那个，走去那个什么山，那个叫什么山来着？是不是大帽山还是什么地方啊？忘了，这是哪里去？反正可以走到里面，走到那个。这个水很清的啊，你看这水好清啊，这水库里面有鱼的，我上次看到人家钓的大鱼，一条鱼都很大的，那个鱼有没有一米长啊？有一米长的啊，好多啊，一米长的大鱼上钓的，钓上来一米长的大鱼。这边好，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边是尽头了，骑自行车单车路到这里为止了，镜头了，镜头。这里我们大围骑过来25公里，骑到这个位置25公里。那边那个水库那边还有人划独木舟啊什么的，划浪风筏呢。今天好像没有人玩了啊，是吧？哎，那边有看到大佛的，观音大佛，很小的观音大佛，这里远呢看不见的。今天天巧，都能放风筝了。今天多少度啊，朋友们？28度啊。没有，没三度，三度很热的，出汗的了。今天28，今天天气很好的，很漂亮的。今天没有人来玩那个，玩那个划浪风筏呢，没了。没人玩划浪风筏啊？拎高一点，高角度俯视，看看。回去看看我们那个 iPhone 拍出来的效果，放在电视上面什么效果？你说呢？看得清不清啊？啊，回去看看，放在那个 iPhone 还有电视里面。我们现在 4K 来的啊。好了，拍完了。好，下来了。你玩玩累不累啊？你书包里面都没东西啊，水都在我身上面了。还疼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那休息会吧，再躺会，躺着休息会，休息会啊！水都是我背的，我都没嫌酸呢、啊，董绵绵。啊，行啊，休息休息休息会。你看，哎，我也拍了10分钟，好，那我拍完了。